南韩资深演员李涅2021年8月发现病情已是食道癌末期，昨日不敌病魔病逝，享年58岁。李涅生前最后一部犯罪悬疑戏剧作品 Voice 4 男主角宋承宪昨日深夜PO出与李涅合照哀悼，前辈您现在在没有病痛的地方，请好好休息吧。照片中李涅露出慈祥笑容，一旁的宋承宪与女主角李荷娜也对着镜头微笑。李涅纵横影坛40多年，出演戏剧包含金牌救援，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Move to Heaven 我是遗物整理师，以及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等，都是台湾观众非常熟悉的作品。